豹纹的元素哦。哈，讲到豹纹，我觉得丽姐就是我们的豹纹女神无误了，有没有？来，正看到正前方，那当然丽姐今天也有这个精心打扮哦，特别呢有这个豹纹来当一个小小的这个主题点缀。好，请看正中间偏左两位，好，我们看到正中间偏左一点点。有说到呢，在今天呢，我们的杰夫也要全亚洲限量推出豹纹款，我想请到两位担任我们的一日店长，是最适合最贴切的。来，还有哪边需要补充画面，我们都可以留哈。来，不好意思，中间再看一下，正中间，然后中间再偏右手边，请两位看一下。好，谢谢，欢迎我们的一日店长。所有的这个朋友们打个招呼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大家好，耶、yeah, ，好开心，真的好久不见了，对不对 ？Nick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ick， 然后今天很开心，因为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，然后应该也是很难得，今天可以跟妈妈一起出席活动，然后我们两个的合体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，所以说今天非常非常开心。对，我想听一下 Billy 姐的心情，好吗？因为真好久没有看到你们两位一起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很久很久，Nick 就推掉很多戏啊、活动啊，在专心做他的音乐，因为他是音乐人嘛。对，哎，然后呢，我想呢，因为我这么近距离的看着两位，两位皮肤都真的很好哎，Of course，我一直都是这样，对，一直皮肤都这么好，但是我想大家都很好奇，怎么样可以一直维持这么亮丽呢？这么好的肌肤，我觉得那个皮肤最重要就是。除了要保养以外，保养的第一个就是要干净嘛，清洁要做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是没有清洁干净，那个毛细孔会很大，而且里面很脏，然后你擦粉底上去，它就会哒哒哒哒哒这样，它不会平的。所以每天一定要清得很干净，一定要清得很干净。清洁那种是交给我们飞利浦的杰夫仪就搞定，因为这次我们的那个刷头啊，我们有研发了六款比我们的毛孔还要细致的这个刷头，比用手洗要干净百万倍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你皮肤怎么会这么好呢？我觉得因为男生的保养。我们没有像女生这么懂得保养，这么懂得注重这些小细节，但是我觉得唯一我们能做的就是清洁一定要做到，是这个是我觉得最好记，然后这个也不需要任何的技巧，是，但是我觉得清洁对于皮肤来讲就是一切，那吉吉也好，妈妈也好，我也好，我觉得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常常需要上妆或什么，我觉得清洁有做到就差很多，所以我觉得清洁是最重要的，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哦，好不好？交给我们飞利浦，我们的这个净肤仪会帮你清的干净。主题 dress code 也有豹纹，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？其实今天碧姐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怎么讲低调了，对，朴素，因为以前每次看到碧姐是全身的豹纹，我是朴素，今天是非常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代表我们的脸要很干净，是，所以豹纹只是插花头上而已，本来我要全身豹纹来的，但是我觉得你看在豹纹里面还可以这样这么干净。今天很有一种女神的风范，对不对？哇、wow, ，I know 。好，那 Nick 呢？妈妈今天女神登场，你是最好的护花使者。我今天是扮演绿叶的角色，早来。其实我今天是你的助理主持。没有啊，我觉得你今天超棒的耶，因为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效果。是，因为我们都觉得说，其实大家会印象中就是说豹纹，然后说造型就是要很夸张。其实我觉得说，其实不一定。是。像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一样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豹纹，但它还是很有质感。对，它非常的有气质，非常非常重要。然后我觉得 Billy 姐也非常非常会穿，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都常常讲说很喜欢豹纹，可是不知道说怎么样子可以去打扮的豹纹打扮的好看，因为豹纹其实不是那么好驾驭啊。其实很多人不会驾驭，是，所以我觉得可以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最好的典范。豹纹问我，我就叫做暴力。我们的豹纹女神有没有？但是讲到豹纹，贝丽姐那么爱，当你知道我们的杰夫仪有豹纹款哦，这件事你应该非常非常的开心吧？你知道吗？我大概是全世界最爱豹纹的，真的，我连名字都已经叫暴力了。是，而且我所有的小东西，你想得出来的，我通都有，都是豹纹的。对，小至卫生纸，对不对？冰箱、沙发、床单、毛巾、睡衣，
卫生纸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你想说都有，只要每天我们看得到的东西，你全部都有报。太多了，包括厨房的纸，厨房的纸有没有？纸巾吗？柜子里的纸，是纸巾算什么？对不对？我就是缺一个豹纹的洗脸机，我们的这个洁肤仪，对不对？豹纹款的洁肤仪啊。但是我听说你没有缺耶，因为他已经先抢先帮你拿到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他已经抢先就是透过各种关系先买到这一台了。母亲节的礼物这个东西，我觉得他一直很喜，是很喜欢，就是说一个实用，但是又有豹纹的东西。那我觉得这个洁肤仪是非常非常好。他已经拿到了，妈妈很开心。等一下我们要问 Billy 姐，我们的这个暴力，她使用我们的豹纹款洁肤仪的心得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其实这一次我们真的很用心啊。除了呢，这个我们刚刚讲到，我们特别使用比毛孔还要细致的这个纱毛之外，哎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的外观非常的有气质，我们有这个金属的质感，但是又有一种陶瓷般优雅的这个效果，很 fashion。来问一下我们的暴力 Billy 姐，您这个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是不是爱不释手啊？因为我们以前不是都用很粗的那种去角质的吗？对对对，那种。那你现在发明越来越好，是。对，有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，然后又外表又漂亮，又是豹纹的。因为毛细孔你一定要很细，才你的皮肤才不会伤害到。真的。所以我第一次用完的时候，我发现好像就做完脸，亮的。而且我真的一直在看暴力 Billy 姐的皮肤，真的好亮、哦。Billy 皮肤真的非常非常好。很好哎、欸，好知道。因为我就是一直目不转睛的一直盯着妈妈看，皮肤好好，我要多加油多洗一点。以我28岁的年纪，是皮肤还可以这样子，而且我是天生的，就是要靠保养，真的。还有吃。是，对，你的吃也很重要，养生也很重要。真的，所以真的非常谢谢妈妈给你这么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，谢谢，对不对？谢谢，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！好，既然讲到母亲节快乐，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你们两位感情非常好，哎，妈妈他们做过什么让你觉得非常感动难忘？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像母亲节还没到，我们前天才刚从日本回来，是，他就先带你去玩，然后去吃，然后。看到什么，他觉得我很好看，我都还没讲，他就说包起来，包起来。他说你一定要，太漂亮了。因为他不，我们两个就是说，常常就是他对我很大方，我对他很大方，但是我们两个自己会舍不得，所以我知道他一定会这样子，所以我每次都要先就是抢先一步，不然他一定会不愿意让我去孝顺一下妈妈。但是听说有的时候你也会有点淘气。是不是他有的时候会恶作剧？像前年我就记得他送我是我很难忘的礼物。是，他前年送我，因为我研究外星人嘛，那我也是外星人。送你一个外星人，我也是外星人。嗯，他送我两个摩艾像。比我还要高的摩艾像，应该就大家在我的那个飞书上会看到，就是我们家阳台有两尊摩艾像。然后去年他母亲节带我去吃饭，吃完饭，他就说你要不要先去买什么什么？嗯，其实他是躲起来的。然后我一他要给你 surprise， 对，然后他一直问我说你要上来了吗？然后我一打开门，都发现那个客厅一个好大好大的花，好漂亮。然后他是把灯关掉，旁边有三个大的蜡烛，好浪漫。然后他已经都点好了，哇，那个你在那个进去的感觉，心里真的很感动。嗯。我就要把那个蜡烛吹掉。对。哎，我还没吹，它就熄了。哈？怎么会这样？对。然后我一看，哎，怎么它就亮了？就一直熄亮熄，而且我根本没有吹嘛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个蜡烛好被熬成机，它是可以开关的。它是在旁边用遥控来，这种会危险。是。好棒哦，厉害！你看有这么贴心的儿子，对，一切都值得了，对不对？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好好孝顺妈妈。是，但是我就想要来问妈妈了哈，这个跟儿子感情这么好，妈妈你知不知道他平常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女孩？因为我们很久，我们很关心他。你要问他？我要问他本人哈，因为我们很关心他。你问他？好久，我不好意思靠太近了，妈妈我站这就好了，抱紧我站这就好了。对，那个最是。因为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好消息了，不知道就是你的完美女孩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？我觉得大方自然很重要啦，大方自然很重要。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这样讲也会有点奇怪，但是我觉得是，我相信很多
其实男孩子男人的心目中最完美的女人就是像妈妈，妈妈是一个标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标准真的太高了，对，她是女神来着，是太高，可是她的暴力，她会是，她是一个典范，是。那我们可以往着那个方向，那个方向去走。对，你还要加，你还要加一个，那个女生一定要会电脑，是，所有的电脑跟电器都要会，因为妈妈都不会，所以可以教你吗？我都不会。对啊，现在B B姐现在已经，我先问 WhatsApp， 你不要怕。他现在已经会用手机了，所以说，接下来我想说，因为母亲节什么，我其实会送他一些他很需要的东西，然后接下来会进阶到 iPad， 我觉得，那等有一天他可以开始用电脑的时候，会开个记者会，会请大家各位媒体朋友来。